王总裁，多谢你。是的，这边是我的社会，才会当有价。啊，若无即马早就应该替勇士集团申请冤枉啊！唔免甲我回事的，等到是我应该好好甲恁说多谢才对。恁若冒着性命的危险啊，对田牛进川的身躯变做累，做卧底啊！已经阿斗上了真济啊，话讲倒转来就是因为恁遮尔拼命。 所以我即马终身有一个方向，知影安怎替人袂解围啊？阮根本都无斗相共着，而且我阁差点害着大你，搞做伙落济。啊，奇怪，恁阿咧讲啊，阮做兄弟哦，阮着一个共同相识啊。这个川啊，从少年的时阵啊，就做阴险的，我拜伊几十年啊。正如我种老剑仙啊，我着互创刚骨力变啊，啊恁这少年人要甲伊跋心机啊！ 真正是足危险的，这边啊好佳哉，我都得过一劫啊。不过我想牛进川无可能安尼就放恁煞，这个所在是我甲志良找的啊，算起来应该是安全啊。我看恁着第一只哦，先避开干啊，避一下风头，唔通做伊甲牛进川硬断的。袂用的，即马着我替牛进川还袂付甲禁锢废掉，我一定要为伊身躯边搁挖出什么禁锢，让伊受着制裁。 恁即马出去啊，真正是家己找死啊！这个村啊，百姓哦，派真侪人死，给你找恁啊！搁再讲，即马恁的新闻拢曝光啊，恁嘛无法度替牛志川身躯边搁挖着什么物件啊！所以听我的话啦，暂时只只困者，你要找牛志川报仇啊！我甲你讲，以后啊时间啊真久，长免惊无机会啊！铁哥，王总裁讲了忘掉了，咱先买一针仔啦。 等你以后若找到证据哦，才会当替伊报仇。我报仇要咩啦？什么证据？什么法律的制裁？对伊来讲根本就无效啦。牛进川有钱够势，伊连杀人恶人也无代志啦。安尼我就用我家己的方式来制裁伊。到时阵若真正有必要，我就用我的命甲伊赔。你是要甲梁进川赔啊？莫看伊要甲你赔无？敢赔会起？ 无你即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讲的话你是听无？梁进川这样特别势利，伊身躯边有正正保护伊，伊想要接近都真困难啊，佫想要甲伊配。恐惊一个头早袂晓得啊，你家己就使用哪哪啦？伊遮尔冲动，伊家人一日跳起来，我嘛惊你，就算碰你吼，无咧病看了咱，伊卧底的身份。 唱袂久啊！迄是因为林志川伊想过比拼，好无？家己说，我怪对手想过比拼，真正有够好笑的。可乐，梁进川这人话比拼，你我得进行敢毋知啊？敢讲你希望公民进台留你？无你这么想啊？事后诸葛啊！讲到袂输你，正是像林志川的部署共款。你若遮尔搞，你来做卧底啊！ 我保证你这叫好人长掉啊！我伫志玲家屋里遮尼久，从来毋捌互人掌过。从我你的手段外粗残，无危险，敢会输过梁静川？可乐，你无清楚，今日差点无命是你，小可王俊才来救出来，毋是你来救我。果然，怎样家己活到咧？别人好心苦劝你的话，你拢听袂入去。我敢有叫你来救我？ 无需要啦，若是你因为救我，是要甲我讲遮，安尼你会当信起来，这条我早晚会还你啦。好，那呢，干咩留咧？莫咪还我，家己的心事，安尼真闹亏啊！你豆豆看，我一定做互你看，到时阵互你无话通讲。哎，好啦，好啦。 志良伊讲话哦是有较重啦，啊，毋过伊嘛是为着你设想。啊，进前你对伊吕亚新姑边啊，啊，伫个乌都安尼，滚架，啊，即马吕亚走，你要过即款日子过到什么时阵？啊，志良伊拄则讲遐会讲着是做什么污点证人啊。其实啊，我感觉伊是希望你用个改革自新啦。若是有机会啊，像你过去做毋对个代志啊，你来付出代价。 安尼，伫咧法律上来讲，你等于就是一个清白的人。啊，到迄当阵啊，你等于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啊。
你就无需要伫个社会事内边安尼继续滚家安尼抬来抬去啊。王总裁啊，我是怀疑你讲的话可能可能听袂入去啊。又无参与爱将啊，这么勇气，至少爱将伊敢为所做代志忏悔，付出代价，可能可能不如一个查某囡仔，所以伊才这么执迷不悟，想要安怎就安怎。我你即马是，哎，好啦好啦，困了，卖生气卖生气。哎，这个你平常时啊，对人拢真冷淡啊，是安怎？你对不罗特别安关心？哎，伊对你有个烦恼噶呢？我唔爱安尼看过呢。我哪关心你啊？我只是看不起这冲动啊！晓得你过身了，伊做过啥？规工替人洗车、过门、砌皮鞋。完全没用头壳，给人化枪就枪啊！莫怪，恐怕拍头壳安怎爬也爬不起来。对啦，我冲动啦，你上冷静啦，因为我无参照你这样干巧。牛俊山搁较厉害，搁安怎？你无听人讲过一句话哦，乱拳打死老师傅啦！我连我们兄弟打败都会当闪鬼。底下女主角讲啥？讲你做卧底无去人发现，那是因为较早有恁太太替你做暗号啦。是有啥物了不起啊？我就无参照你啊，为了要做卧底，去爱一个我根本就无爱的人。我甲尤其只是表面上阿母，伊早对我无感觉，伊嘛一直找理由要甲我离婚。所以歹势，我卧底的过程，毋是表面上所看到安尼。你是要偷学西哦？恐惊啊！你无会响啊！哈哈哈！哎，啊，歹势歹势，我是看恁两个搭嘴歌，我感觉真趣味啊！会记了嘛？我看你安尼甲人生气啊，你竟然我都甲苦劳啊一句来一句去，这就表示讲你真疼伊啊！喂，对呢，我从来拢无哭过高社长哦。像今麦安尼，真了十粒吧。哎，较早我嘛是安尼啦。我若看到迄同学做代志冲动哦，我就左边一直甲念，啊念到伊甲我变面。我讲倒来，我嘛唔知当初我是安那对伊特别关心嘛。是讲，我讲倒转来啦，一念懵念啦，是啊。咱安尼苦苦念，迄少年伊是袂懂的，所以听我口讲。先放骷髅刷，我相信你讲的哦，伊拢听有啦。明仔是伊的啦，伊听有听无，拢跟我无关系。无关系就莫讲话啦，搁最后搁咧放笑。哼，我感觉恁两人哦，迄脾气哦，实在有够烧伤的。家在哦，我捌恁啊，啊那唔捌恁的人哦，廖顺讲恁两个是白仔囝。我才无这样说的。啊，凯哥，啊，你就算讲哦，听到才袂爽着，啊，你一届哦，就听因一届啦。啊，王总裁哦，甲高社长，因拢是老江湖啊。啊，因对付刘进山遐尼济届，拢无啥物死角差，因总嘛是为伊发达啊。而且，咱今日差点就变做人干呢。啊，咱的命是因救的，你就听因一届啦。啊，听师大的话哦，较袂吃亏啦。方会戴你的头壳比你搁较清楚啦，你应该叫伊立过才对。我都已经无过来，讲是要安怎？佮放开啦！你想要创啥？我想要讲啥讲啥，佮你想要做啥做啥同款。安怎？听啊真啊杂啊！骷髅，莫参像囡仔同款，爱学会晓用头壳做代志。卖甲人起家动手，这样子啊！这，哎，好啦，无需要恁个动个啦。这样啊，你平常时拢真冷静啊，啊，不啥咧生气啊，是安那？你拄着苦路，你就规个人安尼活泼起来啊。啊，你嘛巧巧人。
啊，咱这两下无讲哦，不准你去报仇啊！只叫你暂时按下小冷静一下。你想要替罗伊报仇，你当然嘛要较定到一下。啊，拢吞了这久啊，当然嘛无差这段时间呐。好啦，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啦。你加安全一天，安尼对梁进川来讲，伊的危险就会加一天，敢不是？我来听王总裁的，但是我嘛一定会想办法去对付梁锦川。这是当然的啊！啊，那我这边啊，我那尽全力啊，去找到梁锦川的账头，咱就好好配合嘛。我都唔相信讲啊，这个梁锦川搞到这落型啊，咱已经连手尾互伊食惊啊，伊竟然还佫我多消息给我。对啊，社长，你敢知影小黑佮大丽因走去倒位啊？我今仔日透早有去酒家，还佫有酒店，啊，不过我拢找无因的人诶。你想怎找因？哦，啊，就因为伊迄天来救我，互庄家人拍着伤啊。我想讲，摕一寡药啊去互因。啊，不过讲嘛奇怪，我找拢找无因的人，卡电话也袂通，这实在是有够反常诶。根本是庄家人甲因带走啊！阿将，你免紧张啦，伊无代志，只是目前无方便出面。是安怎啊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们这个代志哦，我无想要牵涉你来，啊，不过我嘛惊，我无甲你讲清楚，你也不袂清楚状况，甚至你嘛危险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因是拄着啥物麻烦，你毋着紧讲。简单讲起来，就是可乐来梁静川迄边卧底计划用跳破。卧底？所以小黑静静坚持要当去梁静川的身躯边，是为着要卧底。这根本就是提名来讲爽笑啊！你敢是想过危险吗？社长，那安尼你着紧想办法去救因啊！我拄则讲过啊，因即马真平安，暂时无危险。啊，我来讲，因为静静一点点去找苦路，我想梁静川已经知影你的关系啊。我甲小黑那有啥物关系啊？阮只是普通朋友尔。我知影。啊！不过我想梁静川可能不是来认为，这最近出力还是够犀利的。啊，若无梁静川用各种方法跟找到，甚至利用你跟逼出来。我是不要紧啊，社长，那恁小黑现在人伫咧倒位啊？啊，伊讲我拍着伤还是安怎？社长，我拜托你，你紧带我去看伊好不好？阿姐，你即摆应该烦恼的是你家己。卡虽无想要造成困扰麻烦，你着听我的，保护你家己，就是该斗相共。好啦，社长，感谢你叫困扰去做卧底。我甲苦乐一见面就冤家，你想，你敢会听我的话？是的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只是……我知影，毕竟卧底这种代志真危险，而且梁静川这个人恶毒佮阴天，所以这一切拢是苦乐家己做选择，无人逼伊，甚至我想过要阻止伊。你阻止伊有啥物路用？你唔是嘛讲过啊？伊根本就袂听你的话啊！你应该甲我讲，那安尼我才去阻止伊，唔才对。伊是想要替罗伊报仇，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。阿姐，你以什么身份去阻止伊？